棍儿枪弩俱一学起，枪法也见长了。哎，奶奶，要是有一天能找到爷爷，我还要在爷爷面前练练花枪，我比爷爷的花枪学的还多呢。啊，休得多言，不要惹你祖母烦恼。奶奶才不恼我呢，奶奶想爷爷，我也想爷爷呀。日今隋炀帝荒淫无道，百姓流离，你爷爷离家四十余载，杳无音信，想他已不在人世了，孙儿不必提他。我一定要找到爷爷，我小的时候就没见过爷爷，连我爹也没见过，那怎么成啊？啊，母亲，如今天下群雄四起，各据山头，若能遇到那路英雄，定可打探我父的下落。哎，你父离家四十载，世道慌乱，心难来。为娘当年方十九，日今两鬓俱斑白。启禀老夫人，外面来了两个大汉，要面见你，说是问咱们庄稼粮来的。他们是哪里来的？说是打从瓦岗寨而来。啊，母亲，想着瓦岗寨离此不远，我庄若不计量，他等岂肯甘休？怕他什么？凭孩儿这杆花枪，先打发他们回去。且慢，闻得瓦岗寨居一起灭隋炀，召集天下英雄，请他们进庄叙话，问民乡亲在做道理，快快有请。有请。是了，有请二位壮士。奉了山寨命前来借军粮。参见老夫人。啊，二位壮士到此何事？啊，老夫人，只因隋炀帝荒淫无道，黎民涂炭，瓦岗寨为民除害，我弟兄今日奉山寨之命前来借粮，老夫人乃义庄之主，您是料无推辞的了。是啊，您是不会推辞的吧？向瓦岗寨居一起灭官军，乃我方百姓之屏障，哪有不奉献之理？请二位壮士放心。老夫人深明大义，真正可敬，实实的可敬。二位过奖了。老夫人，您请坐。老夫人，我看着院中摆列刀枪，不知您家中谁人习武啊？我家三代俱都习武。我们家都是花枪。哦，小公子也会使花枪，何不演习一回，让我们瞻仰瞻仰？对，叫我们瞧瞧。哎，我一个人演习多没意思呀。哎，二位叔叔，咱们一同演习怎么样啊？呵，小公子这是瞧不起咱们哥俩呀。小公子是要跟咱们兄弟比试比试。比试比试。我儿休要放肆，孙儿不可鲁莽。奶奶您放心吧。无妨无妨，让我们瞧瞧小公子的武艺呀。叔叔请。留神。
叔叔，我在这儿呢。留点神呐！小心，刘晨！刘晨，哎，叔叔，没伤着您吧？哎呀，好枪法，好枪法呀！兄弟，怎么着？不成，你上吧。我啊，哥哥，咱们哥俩一块儿上喽。一块儿上。叔叔，你们一块儿上吧。一块儿上。兄弟，刘晨。兄弟，你别砍我呀！嗨，你们不行啊！哎呀，好枪法，好枪法呀！哎，我说哥哥，哎，这枪法怎么看着眼熟啊？别说了，愚兄看得明白，小公子这枪法跟咱们罗成贤弟的枪法相同啊！哦，对对对，啊，二位壮士，文德瓦岗，英雄甚多，俱度无意出众，二位活不将来，老身愿闻。老夫人您愿意听？兄弟，哎，说说。好，您听我说说。成啊，但不知那罗成他多大年纪？是啊，他多大年纪？正当青春年少。哦，原来是过后生之辈。但不知这瓦岗寨上还有何人，会是花枪？是啊，有啊，您听着。罗成虽然年人少，还有个罗毅是个老英雄。罗毅，对，老英雄罗毅，可是我父。奶奶，那不是我爷爷吗？哦，想这世间同名同姓这甚多，我来问你，那罗毅他多大年纪，祖居何地？那罗毅祖居淄川郡，年过花甲61春。是他，定是我父。没错，同名同姓同地方，还同是花枪。叔叔，那罗毅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爷爷，这就是我奶奶。我奶奶找他都找了40多年了。这个，嗨，什么这个那个的，先拜见伯母吧。哦，啊，伯母在上，这儿大礼参拜。哦，二位先知快快请起。哎，我说哥哥，咱们只知道有位秦伯母，从来没听说过这位伯母，这位是真的吗？我看像是真的。哦，就凭小公子这花枪，他还能有假吗？哦，难道说这老头他还瞒着？怪不得小公子这花枪这么厉害，原来使的是罗家枪法。哎，不对，是江家枪法，连我爷爷的枪法还是我奶奶教的呢。休得多言。阿母亲，就该请二位壮士带信回山才是。是啊，就犯二位贤侄回山告知罗毅，就说南阳江氏贵之带领二孙即刻到瓦岗寨寻他。
军粮一同送到。我等回山禀告伯父，借伯母上山，全家团聚。有劳了，告辞了。我儿代送。是。哎，我说哥哥，这回可热闹了，赶快回去送信儿去吧。走着走着，奶奶就见着我爷爷了，我可真高兴啊！母亲，今日一夕从天降，不负母亲抚养儿孙的一番苦心呐、啊。是啊。为娘也甚是欢喜，想不到你父远在天边，却近在身旁。我们今时启程投奔瓦岗，我儿与孙孙带上为娘书信献信，叫你父下山亲自迎接为娘。待儿前去备马。快去快去。哦，是是是。孙儿在，容嬷辞了。是的。
头上山摸摸神情，先知断哪，孩儿俱已准备停当。儿啊，替为娘多多问候你父，你要速去速归。孩儿遵命，母亲今后佳音。奶奶，我找爷爷去了，我找爷爷去了。
到桥雨，将军呀，他要到瓦岗来认亲人，我当年雪花枪与他成。投行无门，愿你为贤妻一不在，我在山东又娶了秦氏女，生下我儿小罗成，谁知今日他带领儿孙下，方才有通识大奈所言之事，不知是真是假。将老夫久居山东，谁人不知？那南阳之地，为父从未到过，焉有此事？哦，是是是，走。老伯父，您的儿子孙子都来了，现在山下等候，您怎么还不快去接他们呢？是啊，您怎么不下山接他们去啊？哎，向天下同名同姓者甚多，一定是他们认错了，你二人速速下山，叫他们站回家乡，不要再次乱认亲眷了。是啊，不要乱认亲眷了。哎，这就不对了，人家老太太说的是清清楚楚的，这事儿难道还有假吗？老夫并无这么轻视，一定是他们认错了。怎么会认错呢？您祖居何地，年庚几何，人家老太太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您的小孙子还说就连您的花枪还是人家老太太教的呢。哎呀，岂有此理哟！老伯父到底有没有这门亲呢？绝无此事。爹爹，官兵派来的奸计，带孩儿下山，结果他爹死了没？哎呀，我儿去不得、啊、
怎么却不得？这个罗成贤弟，老伯父怕那奸细的枪法厉害，你不是他的对手。真可恼，大胆去呀也！我绝不得！啊，你二人速速下山相劝，千万不可动武啊！您不是说没这门亲事吗？既是官军派来的奸细，您就让他们打去吧。是，让他们打去吧。速速相劝就是。是。我说哥哥啊，今儿个这老头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呀？他是瞪着俩眼不认账。咱们赶紧下去瞧瞧去，可别真打起来。快走快走。走走走。我曾一怒下山林，老夫心中不安宁，他人叫两来相争，让那个也是伤我的心啊。心胸快来，心胸快来。后账将我还，定为人亲，他两为难。参见姑父，有何事意？哎呀，侄儿啊，山下来了一员战将，名唤罗松，武艺十分的厉害。你表弟罗成闻言提枪而去，恐其有伤，你速速下山相劝，叫他斩回家乡就是。但不知那罗松他是何人？这不，不必多问，速速相劝就是。哦，是是是。哎呀，且止！实在听石大奶有通之言，那罗松乃是他亲生之子，只是有我姑母亲事在此，他又不肯相认。哎呀，这！有了，带我下山看过明白，再做道理。娃娃到此则甚？我是来找我爷爷罗毅的呀。哼，瓦岗寨上无有你的爷爷，还不与我走去？你这个人这么厉害，你是谁呀？哼哼，俺是你爷爷罗成。啊，你跟谁称爷爷？告诉你，我也不是好惹的。休得多言，吃爷爷我一牙枪。好，你也吃爷爷我一枪。
儿因何与那将争斗起来，待我紧紧赶上。罗壮士，钱二哥，这就是你表弟罗松啊。在下秦叔宝。你们是亲表兄弟，还不赶快相认？是啊，表弟。啊，二哥，小弟有礼了。少礼。不知我儿因何与那将争斗起来？那将就是我表弟罗成。哎呀呀，一家人厮杀起来了啊！嗨，这事儿啊，都怪罗毅老伯父不肯相认，罗成贤弟不查详情，下山就打起来了。是啊，我们还是速速结劝才是。好，你我分头结劝，以免骨肉相伤。请。请想我罗家无疑，从没外传，怎么这个娃娃竟会是俺罗家枪法？哎呀，不好！我若被他战败，岂不令人耻笑？有了，等他到来，俺就赐他绝命三枪。使起绝命三枪来了，告诉你，我奶奶早就会我了。哼，你也吃我撞环三枪。是你叔叔洛尘。什么？我叔叔？刚才他还向我称爷爷呢。啊，表弟，这是你兄洛松，还不快快见过。啊，是故洛尘贤弟，你们都姓罗，枪法都一样，你们是一家人，还不赶快相认呢？是啊。啊，表弟，哼。方才得罪乡亲赔礼，我不去。快快前去。不去。快去。去就去。我快去。哼，叔叔刚才失手打着您了，我们这儿给您呐赔礼啦。
我表弟罗成性情孤傲，不要理他。啊，表弟先带领我等拜见姑母。还望二哥好言相劝，我母才是。贤弟放心，那个自然。对，这事得向老伯母讲个明白。是啊，讲不明白还得打呀。好，你我快快前去。请。请。啊，
少人他病倒在庙里，我扶搀他起香，千问仔细，他说道：家主子穿绞罗衣，进京赶考，却不幸在中突然的病倒在俺江家。老爹爹背他回了家，娘为他欢喊。治好了他的病瘦，他做徒弟对莲花墙
愿你我的父郎送别时他叮咛我有孕之身多保众生男生都要使他们成栋梁送别时我叮咛他远离家乡心心相印一定要常把那书信
往日盼也盼，盼大了我儿娶妻房，生了个孙孙小罗欢，他的武艺比他的爷爷还要强。我儿一桩心事腹内藏，常提起瘟神那么他没有爹来，只有娘，一句话问得我两泪汪汪，一句话勾起我数十年的往事，我好心伤。你走后如石沉大海无处方，你怎知家中的妻儿老小盼你望断了肠。十年我与儿孙相依为命苦度时光，四十年日日夜夜陪伴着我，只有我不大敢叫回来了，可曾见着你父？不知你父他何时前来？孩儿未曾见着我父，今有表兄秦琼带领十有二将前来拜见母亲。这是何故啊？奶奶，我爷爷他不认咱们了，他说咱们是假的。他不但不认咱们，还叫罗成，说是我的叔叔下山与我交战。那罗成他还向我拾起绝命三枪。奶奶，要不是您早教会我，孙儿我就没命了。真
破脑，叫我好恨。我儿不必多讲。不，孙儿往下讲。那罗成他向我称爷爷呢。啊，母亲，此事不怪罗成贤弟，都怪你父变了心肠。此事为娘都明白了。啊，母亲，我们还是回转家乡，自有孩儿孝敬母亲。你我母子就这样不明不白而回，岂不被众人耻笑？我儿还他们前来，为娘自有安排。母亲多多保重。快去快去。是，有请秦二哥。拜见姑母。贤侄们少礼。姑母，侄儿前来迎接姑母上山。贤侄不必多讲，老身早已明白，你三人回山告知罗毅，就说南阳将士贵之，但叫罗毅下山交战。奶奶，啊，姑母不必生气，待侄儿回山，好言相劝，姑父他自然前来迎接姑母。不不不不，叫他披挂下山。对。您要是不和他交战呢，他是不会相认的。这件事儿甭说您了，就连我这口气也难消啊。嗨，尤通县志，命你速速回山，当着众位英雄，就说老身此番前来不为人亲，只是与那忘恩负义之人前来交战。待我速回山寨，报与大王程咬金之道。孙儿，待我全身披挂，你与祖母拜呀。啊，秦二公，你看此事如何是好？贤弟不必担心，待我回山禀明大王，自有安排。就是，船长二公告辞了，请。Thank you.
来到瓦岗寨，罗姨他不忍惜死儿孙，我程咬金气甚消。刘通，那罗姨不肯忍下惜死儿孙，真真的苦恼啊！大王，等秦二哥回来，大伙一同商议，非让他认下不可。好，好，好。参见大王。大王回来了。大王，人家老太太可在山下骂阵呢，但叫那罗毅出马。秦二哥，此事如何是好呢？此事只有叫罗毅出马，方可办好。对呀，罗毅要是不出马，这事儿完不了啊。是啊，他要是到了阵前，那不就认下了吗？他若不肯出战，那可怎么好啊？好办呐，大王，您就按军令实行。哎，按军令实行。军令执行。好，如此有通天令，在。传我将令，命那罗毅全身披挂前来见我。得令。大王有令，罗毅披挂来见呐。来也。大王何事差遣？山下来了一员女将，我命你下山将她擒来。大王差遣怎敢不遵？只是老夫年迈，不能去战呢。老伯父，您不是说这是官军定下的认亲祭吗？您正好下山将那奸细擒来，也好领功受赏啊。老夫年迈，不能出战了。啊，老伯父，你推说年迈不能出战，敢是和他有亲？无亲，无亲。既然无亲，莫非不是那女将的对手？老夫无意，谁人不知？好，罗毅听令，在，命你下山单人突击，速将女将擒来。若敢违令不遵，按军令执行。这么什么这个那个的，有通，在，快快与伯父带马，带马，带马，带马。去者，带马，带马。
来兄忘恩负义郎，这苦墨中这水江刀枪，我有悲有恨有羞有刀，我满腔啊啊啊啊啊thank you.
是快快解劝的才是啊。这嗨，这老夫老妻的，让他们打去吧，伤不着啊。哎，伤不着，叫他们打去吧。不，阿琴二哥，我们还是解劝的才是啊。是啊，还是劝劝的好，别让我爷爷伤着我奶奶，也别让我奶奶伤着我爷爷呀。哎，伤不着啊。哎，来了。跪下，跪下！你可认识这花枪？你可认识这花枪？认得，认得！这就是我们当年结为良缘的凭证。这可是你结发之人，真是我的贤妻，真是我的贤妻呀、老伯父，您要是早点相认，不是省得摔这么满脸泥了吗？是啊。啊，母亲，宽恕我父吧。母亲，孩儿知错了。
是啊，奶奶，您就饶了爷爷吧，孙儿我还要爷爷呢。啊，伯母，您再不宽恕伯父，侄儿等也要跪下了。快请起。罗毅，你这负心之人。那母也盼那盼到今日，得知你在瓦岗寨上居家大小喜洋洋，是指望团聚多欢畅。不料想忘恩负义变心肠，今日若不看中将面请护伯父伯母全家团聚宴。请。